我是朱如茵。我要去变色。你知道台湾营养午餐里面会有一个东西叫做三色豆吗？豌豆，然后红萝卜跟玉米三个 mix 的，你应该不会喜欢吃吧？I think。台湾之光小厨神朱如茵是学霸，一听三色豆，表情逐渐不同。Lea。很多台湾人都说你是台湾之光，这样子心情怎么样？我本来上这个节目只是想要跟别人讲台湾的像食物跟料理这些东西，所以我不知道会变这么大。台湾之光是很大的名字，可是我还是觉得我是一个 normal person， 觉得我还是一样的，就是 Lea Chu。我不觉得我是 only an American， 我觉得我是台湾 and American。跟台湾人叫这个名，我真的很谢谢大家，很 grateful。三年前才十岁的朱如茵在美食节目《小小顶级厨师美国版》拿下第八季的冠军。今年三月节目终于播出了，当初的 UK 小妹妹现在已经是位小姐姐了。Lea, you're the captain. Salmon's overcooked, quinoa's undercooked, and everything's greasy. Get your team on the same page. Yes, sure. 你自己有想要放弃啊，或者是说其实没有偷哭的情况吗？有一些时候我会真的想，哎，为什么不能就现在淘汰掉？他只会想着哦，没办法跟朋友穿漂亮的衣服。然后 celebrate 他们的毕业典礼，对，他那时候其实蛮难过的。妈妈没有偷哭一下吗？有，我连现在想到那个画面我都会。那九个礼拜的陪伴，然后看着他对他自己要求这么严，到最后一刻他真的得到了那个冠军，真的那种激动的感觉是没有办法言语的。然后真的觉得他真的很棒。那如果说回来台湾的话，你会想要做什么事情？我回来台湾的时候很想要见我的 fan， 我不知道会就是有那么人一直在支持我，还一直在看我的 show， 所以我很想要见他们，然后谢谢他们。然后回去台湾也想要吃好多东西的，因为我很久没吃到臭豆腐，你可以接受吗？我很喜欢臭豆腐、绿豆还有红豆，我真的不喜欢。我试过了很多次，我真的就。对啊，我不行。你知道台湾营养午餐里面会有一个东西叫做三色豆吗？豌豆，然后红萝卜跟玉米三个 mix 的，你应该不会喜欢吃吧？三色豆是每个小朋友最喜欢的。你们在家都是讲中文啊？讲中文，全中文。因为我们的家人都在台湾，只有我们一个小家庭在这里。所以每年我们都会回去，那我不希望说他们回去没有办法跟家人沟通。那你功课是好的吗？你是学霸吗？你当学霸？是你知道吗 ？A student。Yeah， 我觉得你是 A student。我是 A student， 可是我。你太完美了，好烦哦，很讨厌这样。Hi, my name is Lea Chu. I'm 14 years old. I live in Scarsdale, New York, and I'm the MasterChef Junior of Season 8. 你好，我是朱如茵，我今年14岁，我住在 Scarsdale, New York， 好，我是 MasterChef Junior 的第一名。Hola, me llamo Lea. Yo tengo cuatro años. Yo soy Scarsdale, Nueva York, y I'm next MasterChef Junior.然后我是朱如茵，我经营家事会，我住的嘞，来New York Oh my gosh， 斯巴达西 ，Very good 。